演唱会后台巧遇杨丞琳，四人当场开心的留下了合照，只是邵伟似乎有点不开心哦。哇，邵伟被吐槽，两人唇枪舌战第一回，邵伟败阵，没关系，战火持续蔓延。大战陈琳斗嘴篇第二回合，陈琳败阵，只是没想到这一输陈琳就节节败退，最后陈琳忍不住说，我觉得你一直在推，你在吐我槽，哎，可我觉得你演戏也很好，哎，给陈琳这样一夸，邵伟笑得可开心了，因此他决定公开为何不断吐槽陈琳的秘密。进来只跟子梦嘴聊招，我只看到他，我们不相信，我真的只看到他。不让陈琳解释，邵伟决定直接模拟当时状况。这个头这么大，他居然不理王仁甫，然后直接焦点就这样。哎，喜欢的，喜欢的，真的太过分。不给陈琳任何解释机会的邵伟，最后还下了个注解。我说邵伟啊，你就别吃醋了吧。孟哲的年纪的确跟陈琳比较搭嘛，真正该吃醋的应该是棚内的 JR 吧，是不是哦？文圈乐增情独家报道。